己爱的这家，这是你比哥还宅。我是一个没有电玩就活不下去的女子。爱电玩宅，可以一起打电动。边打要边碰一下，见面碰面，暂停一下。请问你有多宅？我是动漫狂热少女。虽然终于哦，你完全是动漫动漫宅。cosplay 你会愿意吗？拜托 ，cosplay 男生 OK 啊。你今天穿会很像火影忍者。哦。我们今天是局人哦，局人啊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来，今天要讲宅男，哎，这些 maybe 异想还宅，哎，这真的很厉害哦，又还宅哦，就是宅男，宅在家都是有原因的，是，比如说有些人他什么很喜欢动漫，哦，有些人喜欢打电动，是，对，好，有些人很喜欢做很多的事，但是异想是。他的宅是纯宅，纯宅就是没钱，怕花钱，在家出不去，然后在他旁边那个是因为他不想活动，对，都不想出门，完全不想动，就是那个类似懒人饼，会把饼放在脖子旁边，然后就吃一点这样。而且你看他瘦，就是懒人饼掉地上，不想动。最大的活动是去捡饼干了。来，平常宅在家里面都在做什么？像我最常就是看漫画了，不是修头发吗？修头发是，今天坏掉了头发。今天是离太远，好不好？啊？什么？请问一下，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这个头吗？圣经没有，基本上圣经没有。就是有罪的头。对，这个头。哈利路亚！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。哇！哈利路亚！这个头真的很棒。哈利路亚！你确定他喜欢你这样表演？对，请问一下，没有啦，我在家一定都是看漫画啦。我从最一开始那种小时候看《七龙珠》啊，然后再来《海贼王》啊，然后我出道就是《火影忍者》。火遁，哦吼！大我走之术，水师再次刚没太一个大火遁。大火球还是会剪掉，好，剪接是两次都剪掉，比较干脆。你以为有一个侧面一个正面？哎，不过你刚刚讲那个叫什么《海贼王》？海贼王，我以前不知道它有多好看，可是有一天无聊，而且我还嘿嘿，第一集我想第一集嘛，来看，我叼住。他雕塑是睡着，我有这么老啊，年纪了。所以康哥到现在都还有在看海贼王。我现在还在看漫画，但我没有在看海贼王了。哦，我现在还是在看我的那个漂泊男子汉。哎呦，但是我续集嘛，就是一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下不了手。怎么下不了？就是我第二部哦，后面有几集我还没有拆封，因为我怕看完。就看完了，就没有乐趣了。你说真的哎，所以我一直摆在那边，等到有一天我真的是看什么时机再偷看一集，真的看完会内心会空了一块。其实有时候看漫画是这样，你看完一集，你就会期待下一集，这是一种期待。就是我那时候很宅到说，我生活下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看下一集。哎，这个真的会，真的会这样，因为你会坐在等，那你的生命真没什么大志哦。对，那时候啊，就真的是这样啊，那是我的全世界。那三猪在家里面宅在家里就是真肥。哎，没有，就是除了吃之外，还有打电动，就是很像那种。你喜欢打哪一种电动？我主要是打那个运动的。NBA 啦 ，NBA， 他超爱 NBA， 可以从2004打到目前2020，实际上动不了，所以就对。原本我在荧幕上虚拟，原本我是很喜欢打玩家的感觉，但是现在只剩打电动了。那你会不会打那个电动打篮球打到会错认自己很会打？我一直觉得自己很会打。哎，他以前是真的可以打篮球的啊，真的啊，他算蛮灵活。我算是他脚还可以动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是脚还可以动。他以前是我们会去打篮球的。对，我算是全台南后壁乡第一控球后卫。哦，这范围很小。后壁乡没有人打篮球，算很多人的啦，够了啦。因为后壁乡的篮球场大不大？蛮多个。哦哟，我是那一个，所以你那边称霸，哎，我厉害哎，我觉得称霸啦，那个位置可以啦，你干嘛心虚啊？然后漫画的部分会影响，就是因为我喜欢看运动的东西，然后我看的漫画比较不是海贼王这一种，我是看抓狂一族，啊，很好笑，对，因为抓狂一族里面有很多日本摔角的角色，
比如说国会议员是加一个什么桌球社很贱，对，道中道中好笑，对，里面的脸人长得跟我有点像，哎，眼睛小小，有一点，完全是画你啊，对，他有出贴图啊，卖的，那你来台湾有一阵子。没有朋友的你怎么办？真的，我来台湾之后就一直接触中文嘛，一直考，那我怎么发生？没有啦，接触女生学中文，我怎么发泄就是靠日文，就是我一听日文就会放弃，所以一直那个前阵子一直看动漫，日本的动漫，就是哪一种色情的？都有，我都会看，承认又没关系。我问你，那是不是一种想家的一种抒发？对，这是真的哦。听到日本就是……那你有在你啊？没有，我有，我问错人。我跟你讲，我的你这个局王，我算是追剧宅啊，我比较会常追剧啊，各种啊，比如说之前美剧，甚至是那个动漫，我都会看啊。你这讲得很敷衍，没有像最近鬼灭哪一部？鬼灭之刃现在当然动漫还没，可是他的漫画已经画完了，所以我那一天看到完的时候，难过，其实是很空虚的。那你追美剧追哪一部？美剧《纸房子》那些我都有看啊。还有呢？第四，纸房子光四季你就看。纸房子第一季、第四季美剧吧。第一季第四集就在讲第三集太结束了，谁会记这么细啊？太专业了吧？他就一直在抢劫啊。OK， 今天哎呦，请到这些女的比我们还宅，要跟我们拓宅的，怎么可能？哇，厉害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这种夜夜笙歌的，怎么可能比我们宅？要比我们宅很简单，赢定了。来，第一位，请问你有多宅？我是一个没有电玩就活不下去的女子。电玩宅，哎呦，这难得，因为一般会打咯，一般女性都是反对男朋友打电动，对，他会打什么？打游戏啊，你要讲完，他不然会打游戏，打手是有打手，你这是小贱人哦，来欢迎品玉，哇，好高，哦哟，品玉好高，哇。这个你应该要多出家门啊，这个才在家里面，这个是造成社会问题，好可惜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现在结婚人不多，就是你们都宅在家里，在家不好吗？很好，你这么美要出给人看到，他现在不出门，所以他这么白。哎，平均多高？174，很高哦。对，什么星座的？天蝎座。就是我问你，我刚刚那个同样的问题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，大部分我相信一半以上，其实对电玩是没有兴趣，对，然后甚至于男朋友玩电玩，他们会去拔插槽，对啊，故意把连线换一下，然后甚至于说你到底是爱电玩还是爱我？很多女生会这样，没错。爱电玩呢、啊？你是问这什么问题？对啊，是开玩笑是不对？我们跟电玩是心灵上的，不，你可以回家啦。他说你到底为什么那么爱打游戏？他说我当然爱打游戏啊，因为我舍不得打你。哎呦，真的好会哦！天哪！哇，真的好会玩，讲完继续玩就可以继续玩。OK， 那这句还不错。请问你玩什么样的游戏？我比较常玩 PS 的游戏，家机类的，然后 Switch 也有。那你的游戏内容是哪一种？比如像我就玩 Call of Duty 啊。第一个要剧情，第二个男主角要很帅，或者第三个就是要很有挑战性的游戏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像你这种人就很容易沉迷游戏里面，那会不会你刚刚说的，比如说男主角一定要帅什么的，会不会真的跟他谈恋爱那种？哦，这个问题好，感觉对啊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好厉害哦？好厉害，就是游戏里面的男主角是我后宫里面的，他们都是我老公。哇，对，所以你也会这样幻想，就对，对他们都是我老公，目前有三位。最主要的，对，三位，同生一马，然后克劳德，克劳德太空战士，然后还有春日一番，啊，那个人中之龙，你居然知道哎，那比较新哎，哎呦，居然知道，是哦，对，这个意思吗？被我蒙对了，不务正业的家伙，很帅，真的很帅，他在游戏里面超帅的。你对我们这种就是3D 的人没有兴趣？3D 的人，真的人，就立体的人，真的人。比如丰田这个身材也是很像人中之龙出来的。对啊，根本没有。为什么想干嘛？就是我会你白痴。你讲那个。会预备，预备，他接到了，你看接到啊，他给你讲话，他要拜托女生的时候，预备起，老头来后。听不懂，这是什么语言？这是什么语言？
好尴尬，好尴尬，不是因为没有铺陈，你讲自己没有铺陈呐。我听不出来什么，这台语吗？好违和，台语，台语不好。好，那讲国语，讲国语呗，去留下来好不好？破功！你刚才很诚恳的，真的，是蛮诚恳的啦。但是觉得很有趣，真的会留下来。对，如果你想要去别的地方，你这个我经常在，你知道哪里听到这句话？你知道哪里？在那个六条通、七条通那边，日本观光客常留下来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生意不好的都会这样。然后你玩游戏还会跟怪兽这样吼叫。就是我在打电动的时候会很认真，我不喜欢别人吵我。因为我很喜欢玩《魔物猎人世界》，那他有时候魔物太难打的时候，我想要打打不赢的时候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就会对他凶这样子。那家人有没有就叫救护车？那我很习惯，很习惯打电动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投入在那个情绪里面。OK， 你有没有朋友啊？有啊。你的朋友是线上一起打电动，男的女的？男的比较多，很多都是男的。对对对。那如果说一个男生来追你，但他不喜欢打电动，不行，不行，哦，这个一定要的，对，一定要，这一定要，这一定要。啊，他要打得好吗？我觉得男生打得好应该蛮容易的吧。那他打电动不容易，他沉迷电动，他沉迷电动不碰你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一起打电动，但是还是不碰你。那就当朋友好了啊，还是就是边打还要边碰你，要牵着手，一起闯闯剧情，他前面后面暂停。冲啊！那你那么专业，现在竟然跟我们抢饭碗，你已经变主持人了。是网络的节目啦，网络的。哦，吓我一跳！问我今天三个要抽签，看谁被换掉。没有啦，网络。网络的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两年多前了，蛮久。电玩主持人要注意什么？电玩主持其实除了搞啊或什么之类的，但你搞就是搞不会玩，搞会主持稿，对，主持稿一定会给你嘛。但是你要了解这个游戏，他坏我。对，如果你如果又会玩这个游戏，或是了解他的事，就是说什么 RPG 啊，或是角色扮演，或者什么，是哎，功课比较多啦。对对对，功课比较多。可是可以主持到你说现在两年还有再继续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再继续，那也很厉害啊，那做超多功课哎，每一天一直都有出新的作品，游戏多了跟什么一样。对，因为他们游戏会一直出新的，然后我们也都是会平常会去看，比如说巴哈等等，网络上线上一些新的。那你介绍是介绍家机为主还是？不一定哎，手游、家机什么线上游戏都有。来，请看他的收藏。哎呦，魔物猎人。对，哇，哎呦，哦，人中之龙。对，这一排都是我老公。你男主角在里面。对，这个是这一次七台出的主角，叫春日一番。是，这是一个导演，知道吗？哦，北野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对对。别，他就是我，他就是我的男朋友。那我这个就好，我不跟你抢我这个。啊，对的，我飞野舞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是最新七。对，七六三。对。四五嘞？四五，它要重置啊，因为这是 PS。PS。哇塞！专业。那这个还没买啊？哦，还有人中之龙的龙级。哦，你这个都是十八禁的，这些都厉害。全境封锁这个也都厉害的啊，最新的泰七也有啊。这个是精装版的。这很厉害耶，精装版的。看看，你拿那个，看看外套越来越鼓了。哎，这好帅哦！精装版这是有什么啊？它有原声带，然后他们的名片。名片很酷，名片很帅哎，很帅。他们的名片是游戏里面的名片，他们真实。可是这很帅啊！可是。你去日本料理给人家这个名片，会不会走？有点危，会怕。很酷，很酷。哎，这个应该限量的。这限量的，这个应该现在买不到。哦，限量的。嗯，一些联名的 T。对，然后我 Switch 也是买那个皮卡丘的那个限量。限量啊，限量版的，现在也很贵啊。哎，我的也有这个。买不到了。哦，好可爱。我的也有这个。嗯，啊，真可爱啊，很可爱。我也有，可爱可爱。流行吗？有跟上了，有。但是你这是扁的。你也是立体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更厉害。我是圆形，它是颗粒的，哇，骄傲。哦，然后 T 恤，这都是魔物的，然后都是那个日本官网限量的。哇塞，你看这一件，对，帅耶！我这件穿出去还不得了啊！这是什么 size 啊？我都买 L 哎。好巧，哎呦，刚好我们的 size。这件我还舍不得穿，这是新的，我今天才拆。这件后面很厉害。
这是什么？后面厉害，后面厉害。哦，那个所有系列的，对，十五周年每一代从一到哇塞，这个宅男看到你是叫奶奶啊，这个会兴奋呢。对啊，这个超嗨的，超嗨的，在你背后指指点点这样。对啊，然后一直摸这样，我要这个，这个我玩过，一直被搓背。然后还有这件是什么？这件是上面都是古龙，就是魔物里面的古龙，古龙种哦，限量的。哎，这很适合你哎。对啊哈。我都会收集，他们的设计都可以直接穿古龙水，我的赛死人啊！我喜欢穿这种很大件的，所以我都买 L。谢谢，你不要凹直接进去，会硬凹。那你有没有粉丝们讲没有没有？他有三个老公，对，不是真的。你上一次交真人版的男朋友是多久？什么时候？一年前了吧。哇，那中间都没有关系。还好啊，因为有这些。还是你知道有掌握遥控器的感觉？嗯，差不多。掌握遥控器，遥控器的遥控。那是这个男里面你最喜欢谁？那我们这样子抠他脸，我很生气。不行啦！为什么？生气了？这什么主持人脸啊？不行啦！不行啦！不行啦！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幼稚。对啊，而且玩打电动的时候，就是在跟他们约会啊。就是沉迷在电玩的世界，其实蛮快乐的。真的厉害，厉害。帅，我就是太喜欢克劳德了，之前还去 cos 蒂法这样子。哦，就是他另外一半。对对对。啊，你会跟他对话？啊，你是说打电动？我 cos 完，然后你会跟荧幕里面的这样子？会啊，而且我都把我电脑荧幕都换成那个克劳德，然后我都会去摸他。所以只要有一个男生，他打扮成克劳德的样子。你会不会多少就有点哎中了？会先会，因为第一张还不错啦。三叔像啦，三叔准备要去勾，但是也要像啦，也要像啊，也要很像。万一他整形成动漫里面的人物的脸，你会喜欢他？这样好难想象哦。比如说这样这一卷，他去整形。我跟他一模一样，左右边的那个大小不一样的，而且还拿着、這個。其实我是旁边那个，我可以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真厉害，好珍贵。来，下一位，请问你有多宅？我是漫画重度成瘾者。来了，哎呦，来了，这个可以哦，画漫画的，来 ，Coco。哎呦，哎呦，来。看起来很正常的，对，一个，哎，你看起来不太像常宅在家里的人。对啊，请问有可爱？请问有工作吗？有，我是占卜师。麦克风近一点。占卜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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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占卜师啊！我是占卜师。哦，塔罗，占卜师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热爱漫画？大概从国小吧。哎，我是国小四年级开始。我可能国小也是。二年级，赢了赢了，干嘛比这个？不是，有点幼稚。就是你从小喜欢漫画这件事情，就是家长都会反对。对，好，我曾经就是要躲在假装睡觉，棉被里面，然后拿手电筒这样看。哇，对，哇塞，你知道看到很入神，有没有？爸爸进来不知道，然后我爸是军人嘛，棉被一掀开。然后再回头，漫画已经被撕烂啊！为什么这样？老人都觉得漫画是没营养的东西。对对，而且那时候我们看日本漫画，他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什么东西啊！那你的家长是赞同？对啊，非常赞同。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就同意了，没事，跟我们开玩笑，你臭逼耶！没有，我以前就是会，就是因为以前学校就在一个漫画店旁边，然后我每次都在那里等我妈。然后他可能以为我在那边看一看而已，结果我都偷偷带回家，带回家哦，对，太爽。然后就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就是以前不是都会很早就要上床睡觉嘛，然后我就会把他一样塞在被子里，然后用那个外面的微光偷看。所以我现在近视超重，外面的微光，你这个是凿壁偷光的绝招哎。所以有一阵子，妈妈觉得说你抓那么多萤火虫干什么？不是，他有花光。我妈都觉得我很早睡，而且很认真念书，因为我的那个参考书后面都是假漫画，然后还有那个被子里也都有。哇，啊，被发现怎么办？都没有被发现。有啊，又被拿去丢掉。哦，对，被发现直接就拿去丢掉。其实最害怕的是这个，那时候一本，你看我那个年代一本20块。哇，真的这么贵吗？100到底是贵还是便宜？不是，因为那是租卖。我那时候小时候看一本20块。
啊，然后租书看一本一块。哦，租的一块，买的二十，不是五块。啊，你这个钱呢？我们这一块出来混的。那你这么爱看漫画，会不会后来就是跳出来说，自己开始画画？就是学他们的那个，这好问题耶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就以前会都会，真的来啊，真的来啊，你会画吗？知道啊，对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以前就是上课无聊都会画在课本上。你看，猜中了啊！对对对，好骄傲。是哦，你那时候画的是谁？我都画那种就是眼睛很大很漂亮，因为我那时候少女漫画，很迷那个男男。那个是娜娜，对，超经典，是实则爱的那个娜娜。然后我就好喜欢画那个眼睛这样。那你会开始学他们打扮吗？会啊，会不会？就因为那时候我告诉我很迷那个娜娜嘛，然后她是一个乐团漫画，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玩乐团。她的头发是这么短，短的。然后我还为了她剪了生平第一次的短发，就剪到这里。对啊，而且。就是以前那种视觉乐团，不是都会有很多染发还是什么的？可是妆啊那些。对，可是因为我们家很严，比较传统，就不能染，所以我就收集了一大堆假发。假发。大概有二十几顶吧。对，还在多。哦，这好像我以前吧。拿啦！没有拿。很贵。像我以前沉迷漫画，从此就怕老鼠。为什么？就是被我看过，我讲过嘛，我看过一部漫画叫《鼠鼠鼠》嘛。然后因为里面的老鼠就吃人，然后从此以后很怕老鼠，怕到现在。那你也会像我一样这样沉迷漫画，然后被它影响？有啊，因为我以前还有很迷一个漫画叫《神剑闯江湖》，哦，就浪客剑心，对，剑心真的超帅，志志雄真实。哎，你有你这九祥龙散，天下龙散的话，你有看对不对？你我以前也很爱的。你小时候是有没有在？学校上课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都会模仿啦，因为他们那个走路吼，要用他是那种滑步，所以你要用有一种这样斜步，不要那个拔刀术，真的，你要武力全开。那你以前上课有跟同学用拔刀术？有，你谁比较快？我以前就超白痴的，我就迷那个剑心，迷到我做梦都会梦到嫁给他。啊哇塞！那个做梦嫁给他还好，因为醒来就知道这不过是一场梦。可是因为我以前还很迷那个美少女战士啊，然后我在梦里天惩罚我们，没有，我都觉得我是月光蝎子的转世。然后而且你知道梦里啊，就还拿到那个权杖有变身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就觉得我醒来就觉得说，会不会其实刚刚那个梦是上天给我的指示？也许过两天我就变身了，然后我其实升到这个世界，我是要来拯救地球。我儿子看漫画，我会强力的反对。沉迷到这个程度有点……真的，我以前都觉得自己是月光仙子。这样会不会怕影响到你自己塔罗牌的准度？你真的，我怕人家觉得这个老师是不是其实都只是在讲干话？不会。来，我们看看他收藏。哇，你都看的都是很少女的，不然呢？对啊。可是我以前也有看那个 GTO 啊，然后也有看像男主那一组，或者是校男。像那个海贼王那些之前也都哦，这个也蛮红的，以前这个好久了，不要说小厨师这个超好看，我这些都有一整套。我就看这个胖了五公斤，看漫画也会，这个会想吃东西。对啊，人家都是做烧好吃的。对啊，而且会想做菜，真的好复古哦，哇！对他们那个是什么味皇集团那个，哇，这个很好看，这个我这个出好几部了，就是煮到那个儿子的儿子、儿子的儿子、儿子的儿子，真的啦，一直出，而且你看，其实他这样看，我们看都会觉得很美味，是，对，哦，就觉得好好吃哦，这样，会停不下来，好厉害。我当年是因为看日本漫画看太多，所以说我人生无大志，当时就是立志。退伍之后第一件事情，我要去东京，站在路边，站在路边就好。对，东京不是有些社区有吗？对，然后你看到你会觉得是什么，你知道？什么？大熊大家哎。哦，一般的那种房子有没有？一般的，对。然后那个路边说，这个景好像在哪个漫画看过 ？Oh my god！ 这个，我不会让我儿子看漫画，会变成跟爸爸一样快。长大就。那你现在这看漫画习惯还有延续吗？会啊，我现在延伸到就是看小说，所以其实我家都是书，满满的。厉害！看书的小孩不会变坏哈，多读一点。请问一下，你这样放眼看去，我们五个人，哪一位你会觉得你想放弃书呢？谁的时运最烂？时运哦，对哦，塔罗牌，可是不用牌看的感觉，看感觉有吗？应该看面相就知道看起来谁比较帅。应该是。好好说话。
好，我们知道是谁了。我不知道。唯一回答的那一位嘛。心虚才会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对，欢迎。请问你有多宅啊？我是高端模型玩家。陈威明装女生。来，欢迎露奈。欢迎露奈。露奈。嗨。哎呦。模型界的高玩。高端玩家。他什么 ？YouTube 频道。对。我是垃圾制造所的成员。那垃圾是垃圾，对，是垃圾，不是。那所以说专门在研究模型的嘛？所以你做的模型都在打分。开玩笑，就是 OK， 你们是专门是教人家做模型，还是说做好的成品展示？我们是开箱玩具啊，主要的话就是介绍钢弹的。哇，你很开心啊！超开心的。哇，你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啊。对。那你做的都是钢弹类的吗？比较多是钢弹类的。那我没有开箱就是其他的玩具，就是譬如说是以前的机器人动画，就像是《魔神英雄传》啊，《魔神凯撒》这种。厉害。哇，最好欢迎。钢人泰坦三就是比较怀旧的一些玩具类都有。那你做的模型是很就像人家去比赛那种很精致的吗？没有，我还没有到那么厉害，但我就是喜欢这样子。你原本是做什么？我原本是在美国念服装设计。你这样会去反差很大哎，家人应该很恨你。没有，我妈其实蛮支持我做这个的。对啊，你花那么多钱去，你当去就到美国去学服装。哎，可我觉得有一点关联性。哦，哪里？对，就是色彩，对于一些色彩啊，衣服的。对，就是他们机体设计其实都蛮有美感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从学服装设计之后去看，然后看到那个模型感觉不太一样。你有去日本看过那个？就是你说那个一比一的那个吗？钢弹没有，还没有。我看到我不骗你，看到真的会感动。哦，也没有到哭了，真的是蛮感动的，因为那是在台场嘛。嗯。哦，然后他会时间到会吭。哦。台场那个超大。我跟我儿子两个三个手牵手在那边讲，你懂吭？我们三个还这样抖一下，吓到。然后我儿子就很震撼。后来问他们，他们真的以为是真的。你说以为是，他们以为那个钢弹真的以为有那个东西，然后是会动。哇，它会动哦！他感觉说这个是真的存在，不是玩具。哇塞！我好羡慕他们这种那个单纯的一个。对，因为你有这样想，你会觉得世界很美丽。对，很震撼。其实我觉得这是好。可是如果在家里的，他突然动了。那可要我就跑啊！对啊，就是那也客气啊。蛮我的感动是，而且边跑一边打电话给老师，老师快点带上来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第一次组装的那个模型是什么？今天没有带来，然后它是一只小只的模型，对。小那应该蛮是简单的。是什么什么机器人吗？是 SD 钢弹，就是二头身。SD 钢弹，对。而且钢弹在日本很多专卖店，对，超多，全部都是卖钢弹的。连我这种不是太喜欢钢弹的，我不是说不喜欢，就没有太迷，进去都是哇叹为观止，才发现钢弹你有这么多人哦，钢弹人超红，对啊，超红的。钢弹还有绕口令啊，从我钢弹当单杠，单杠当钢弹，你现在在跟我开玩笑，请接，好，来，钢弹当单杠，单杠当钢弹。好，证明你是研究钢弹。对对对，而且钢弹从其实从我大概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漫画出现，然后他的人物一直延续到现在，还有不断新的在出现，在型号超级多，太厉害，能把所有型号都记下来，那真的是可以当博士。所以你当这个 YouTuber 吧，现在当 YouTuber 要非常专业。对，那你会研究到什么地步？因为有时候要研究，要找一些资料，然后发现就是。中文资料不太齐全，不够，对，所以我就会就是去看美国的网站啊，对，就是看日本，因为日文的我看不懂啊，你要先认识他啦，对，然后所以，但是又发现美国网站的资料也蛮多的，当然，对对对，他们人多嘛，就很多，所以我就会上去那边看。他是红遍全世界，我们来看看他今天带来的东西。哎呦，这个应该说你们这个太酷了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太厉害了吗？没有，这个是带来的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只是弘毅端钢弹，
那它其实因为我带的是每只不同级距的，那这一只是这边有写这是 Metal Build 等级，那这一只大概要价是8000块钱。因为 Metal Build 就是很高端，就是它是比较精细的，还是对，因为它是合金，然后不用组装，合金合金，就是如果你不喜欢组装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直接买这个，这个就直接会对对对比较方便，这个会增值哈。对，它其实有点像期货。因为现在已经涨到10000多块，对，这只要10000多块啊！哇塞，哇，这是主角吗？这个很经典，对，它是其中一只主角，这样，对对对，厉害。这个我其实曾经想要当它，当它，你说这个机器还是里面的人？里面的人哦，里面我白痴啊，我当机器干什么？当当当，对，然后哦，这很，而且你这个还蛮精致的，对。这只有稍微贴贴纸跟上墨线这样，跟木炭孔，很酷很酷。它是买来然后组装这样吗？对对啊，这边看到的模型就这样子，如果买来就是这样完整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也有这种的，都有，但是很多是这种。对，像它这样一个盒子啊，就这样弄完以后就变这样。对，那其实这盒是蛮特别的，它是可以打开吗？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它是一个粉丝送的JR 的限定钢弹。JR 不是那个吗？对 ，JR 铁道限定。等于说它是 JR 是绿色的。对，然后其实它最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是要到每个站去集章，集完之后它才有办法。就是拿到这个，哇塞，这超棒的！可以顺便坐到 JR 线的这个旅游，对，还然后还要集章完之后，他才能拿到这个。我跟你讲，他这盒是买不到的。这个是哦线，然后每一个站你都要去，对，比如说大久保啊，对，哦，池袋啊，板桥啊，然后这样一路这样坐下去，然后坐到哇莆田呢，对，游乐町哎，你知道这些地方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都是三手线的，三手线不是吗？三手，我不知道。东京啊，对对对，秋叶原啊，新宿啊，新宿，好酷哦。原宿，对，它这个是三手线，要65个车站哎。对，65个车站。哇，这个印章的拉力赛就对。哇塞，这个很酷啊，对，这是非常有纪念意义。顺便去玩，这超棒的。没有啊，他们哪里会玩？他们盖完章马上走。这是那个粉丝送的。粉丝为了你身上跑一圈，哇，你好意思啊？不是，所以我在这边谢谢他，你要谢谢他，谢谢他，谢谢他，谢谢他。这个真的，是真的好用心哦，不是用钱买得到的，这个不是买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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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不到。那还有什么特别要介绍？这个，这只其实它不是钢弹，它是对，它是黑盖特。对，那带这只是因为它算是我们频道的正频道之宝。那这只是也是合金的，合金的，然后价格大概是20000多块。对对对对，以前我小时候有两个同学，他们是日本人来台湾念书，你知道他们铝合金一拿出来我们就跪拜，因为这边买不到，因为那是对，而且太贵了，那铝合金哎，那个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新词哎，铝合金哎，就听到这个就哇，铝合金哦，厉害，对啊，然后这个。这一支的话，它是钢弹作品里面的一个女主角。嗨，牧师。嗨。嗨，你好。嗨。Hello， 臭老二。因为大家可能觉得钢弹都是长这样子，那我想说带一个，就是其实它没有出像这种公仔，对，也是有合金元素。好大一支枪。对对对，那这支叫做海牛。厉害。哇，一个女生会喜欢这些，真的难得。就是很，我觉得他们的机体设计都很帅。那今天你要送我的是哪一台？不要拿，我想要白色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很可爱。哎，这样可爱。哎，也是那个，这只叫做 Hello。对，那它其实是每一个作品里面它都会出现的。出现的，对。然后就是每年都会有不同版本，颜色啊，对啊，就是可以。这个我拿来把妹的话还蛮好用的，就是送女生。它会震动，会动啊，是不是？跳蛋？你以为它是跳蛋？不是啦，我是说它有没有特殊功能？它的耳朵就哦，就这样。对，你怎么把人家这个模型讲成跳蛋呢？有的会发光啊，会不会说话都是在哈喽？我不知道现在的技术。哦，有那种可以遥控的。你看吧，谢谢你救我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个厉害。哎，请问你有多宅？我是动漫狂热少女。睡了，终于哦，他们穿衣服都很夸张。cosplay，来欢迎玲玲，欢迎玲玲。哇哇，厉害，玲啊，好帅。厉害，你好像从漫画走出来，真的，你看眼睛。玲玲今天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？蒂拉。
红线的口味。这是手游？这是手游。这套衣服是你完全自制吗？嗯，一部分。然后你去买的？对 对，买得到，加工卖得到，买得到。多少钱？嗯，不好说。那既然衣服的钱不好说，那你的三围四哦更不好说了。可以，可以讲，可以。我放心啦，我怎么那么害羞？因为你的三围四，三十二一。哦，有二三幺，对，好帅，哇塞，哎，你完全是动漫身材，真的是动漫身材，又被这样说，超适合的 cosplay。你连续72小时看动漫，哇塞，对，就有一年的暑假，有漫画跟动画都有看。那被爸爸打了多久？你看完昏睡多久啊？你连续看72个小时，就。很颓废的一个暑假，蛮快乐的，人家都看自己喜欢的东西。那家里面知道你这个事情，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？一开始也算是多少觉得很奇怪，可是后来就哦，好吧，自己家的小孩开心就好。至少不要去外面杂七八糟乱搞。对啊，对啊，很乖，很乖。但你长得这么，而且我觉得他长得很可爱，对啊，他声音也很可爱，对，对呀，他就是你喜欢的那一种。你看他的眼神是那种无辜的，而且他很会这个专。你跟他讲说，主人你回来了。哦，我们说指挥官。指挥官，指挥官，指挥官，可以，请讲。指挥官，欢迎回来。哇哇，那我都来后不？哇，好有感觉啊！所以你我已经看出丰田的指挥艇要起来了。你有做过那个女仆？哎，对，就是女仆咖啡厅，感觉很专业。他这个就很其实有点像女仆的。对啊，请问一下，你有去过秋叶原？还没有。OK， 一定要去，你穿上去，我一定要去。你穿上去秋叶原，你会被拍到挂掉。你会没办法走路。不用。而且你穿这样。在那个地方走，其实大家不觉得很奇怪，大家反而那边很多是那种鼓励，然后是那种你知道会觉得你很崇拜的眼神看你。然后有一阵子在明治神宫那边也很多人聚集。哦，你说 cosplay， 我那时候跟在后面。真的假的？变态叔叔，一直要给钱，老卵后脖，哇这集。哦，你在女仆打工遇到，他说他自己是神明。虽然不是在我们店里发生，但他竟然有烟吗？自带气场。有个香味。为什么他会说他神明？他很喜欢里面的女仆，然后但会用这种方式吸引人，就是他说他是神明，他会说大便吗？他会先，那他会先来跟你说，我觉得你身上有不好的东西，就不干净的东西。想要共修，来这一套，来一套不修了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就是我要帮你驱魔哦。哦，那要怎么驱？哎，就是啊，我是这里的神明。哈哈哈哈哈！谁会信他？那个店怪怪哦。没有，就是有些客人怪，客人会，哎，我把他赶走，马上把他赶走吧。后来有请他，对，有上心了，有吗？有请他，请他，没有啦，请他离开，请他离开，是吗？哎，神明有。哇，我也要！神明，看各种神明都来了，我的。刚刚那个是什么？我刚刚是来的，我是另外一个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关公，我关公。那你有做 cosplay， 但是遇到挫折，什么样挫折啊？会啊，就比如说 cosplay 到不太适合自己的角色，然后收到的照片就会啊，好丑，好伤心。那你就下一次再加油就好了。对，会这样，一开始就会比较不知道怎么调试这个心情。哦，一开始容易走心，要走，就像你看来这边第一集、第二集走心走得一塌糊涂，连红到不行。现在误他就完全没有感觉，不痛，完全不痛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不要打，不要，先不要。cosplay 会不会花很多钱？哦，有，会。来，我们先看照片。哇，这是你啊。对，哎，完全是不同人的感觉，要有那个气，也是好看。那这个是什么造型啊？它是 FGO 里面的伊斯塔女仆的造型。哦，又是女仆，哎，长得真的很像漫画里面，对，漫画里面的那个人。哦，第二张，而且这个拉的真好，拉的这个也很可爱，哇，这是猫，哦，人跟那个铃铃铃，哎，狐狸吧？不是，是猫啊，兔子，爸，
豹，兔子，豹，豹是豹，豹是可爱到豹，想豹吗？来，这样也要偷撩，这样也要偷撩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今天有带一些服装。哦，来，好。为什么他穿这一套呢？哎，对，这一套怎么？他是少了一件，是不是？这一套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他就很辣，然后再一条线。这是一个人物吗？对，他是一个人物。我好想成为动漫里面箭头，是我在这里的意思吗？他跟我这部是同一个作品的啊。那你怎么会穿这一件不穿这一件？啊，不行啊！开玩笑，可以的。穿这一套你拍照是不是要很多？也要很多防护措施吧？对对对对，要找，而且要找信任的人拍。对，不信任的人会随便把你掀开，就像你，就是你。如果有一些就像你这种，因为箭头在这里。对，这样这一套大概。要多少钱？你头发好长哦，现在才发现，跟刚缝上去。对，这个这一套大概要多少钱？我这套大概2000块。哎，值得。2000。值得的，而且很好看，对啊，质感很有气势。哇塞，那这边这一件，中间这一套嘞？哦，中间这个，这有点日本和服的那种感觉。对呀，他的角色是狐狸。狐狸，狐狸，他是什么角色的？他是 FGO 里面的御炸钱。OK。那第一个也很厉害耶，第一件 ，Oh my god， 哇，这个很性感。第一个完全是黑暗女仆的感觉，嗯，她是魔术师，魔术师啊，魔术师啊，哦，小钟的衣服，哇塞，你有数过你家里有几套这件衣服吗？哇，因为我玩也有6、7年了，哇，这么久，6、7年，那很多，所以在这个 cosplay 界，踏出你的名字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人不认识的。那你男朋友也会跟你一样穿成这样，一起扮演？你说我的男朋友穿这样吗？不是，就是一起扮演，那就是变态。我蛮想看，就是你男朋友会不会也扮演一些角色跟你相呼应这样？我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你会希望？想，超想。我跟张立东讲，想。张立东，如果说你女朋友这么可爱，喂，她邀请你一起去 cosplay， 你会愿意吗？拜托。cosplay 男生 OK 啊？你今天穿就很像火影忍者。哦，对，有哎，哎有，那个螺旋丸，螺旋丸，我就是数字。哇！他说什么？他是我老婆。假装，是我老婆的感觉。没有，其实。哇塞，可以，你真的会答应哦？cosplay 很好啊，又没有什么。可是你要穿这一套的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如果说她可以找到一个男朋友跟她一起 cosplay， 我觉得是很幸福。是的，很好玩的，快乐。对，所以现在没有男朋友。没有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对啊。不限哎。不限。对。不限。我不会太要求。三株也可以。不限数量还是？哇，不限数量太。我跟你讲，三株可以哦，可以吗？跟我 cosplay， 他就是你 cosplay 的时候，他会在台下的那种。没有，他是唯一可以在 cosplay 世界里面扮演兽界的，禽兽、猪啊。耶！你现在很会嘲笑别人。爱你爱你，直接嘲笑你爱你。OK， 好，谢谢，来请坐。其实宅在家里也没什么不好，是，只是说宅在家里呢，我觉得他们很自我，自己找到一个满足，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其实他们都不会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这个蛮好的，是啊，这个不要认为说好像他喜欢某个东西，虽然不是，就像以前嘛，以前是打电玩，打打打，现在你看电玩多厉害，是，以前就打电玩就不会有出息，现在完全不一样，是的，好，那希望你们在你们的那个宅的世界里面呢，继续开心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。